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啊，史科培城这个地方，父母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们家庭很和乐，深受父母乐于助人的这种风范的影响。小时候他告诉爸爸，在教会听说印度传教服务的事情，结果爸爸就问，你该不会想去吧？他就回答，如果爸爸有你在我身边，你到哪里去我就去。爸爸就说了，无论你去哪里我都在你身边。由此可见，这对父女感情一定是相当的好，理念也相当的畅通，观念都相当很融合的。嘿，不久之后，他父亲为了要帮助别人，结果就被人家杀了，遇难身亡。母亲就一路上教导他，希望他在忧愁的地方散布着喜悦，有痛苦有忧愁的时候我们散布了喜悦。就像我刚才谈到八八水灾那个地方有忧愁，我们先去安抚他的心，提供他的热食，然后慢慢在心灵心理辅导，灾后心理辅导去助伤他。而我女儿前天坐了高铁，也是到六龟去，接触了水灾 和地震都受伤，他每个月都要去那边当助攻，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助伤师，那个地方很需要他。所以距离不是问题，是一个人的态度，一个人的慈悲心，人的有慈悲心有这个态度，每个月自己花钱呢，坐高铁自己花钱啊，从这个地方要到高铁都是我在的，这一路上刚好是我们父女感情最好，培养感情最好的地方，就聊聊天，嘿，所以感觉距离不是问题，哎，所以说右手的地方我们要去散布喜悦，散布喜悦，黑暗的地方我们去散布光明，黑暗的地方我们去散布光明，那个地方黑暗，我们提供光明给他。灾期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仇恨的地方我们散布宽恕，要散布宽恕。谈到我大女儿，她昨天晚上回来已经六点多了，将近七点，就在九点多的时候接到电话，她学校的学生自杀了，就她到中国医药学院去安抚她，当她到的时候，学校的学务长、教导主任、心理辅导室 的老师、还有他的同学一大票都在。当他赶到的时候、因为他是心理咨商师，当这些所有的老师都站在身边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比较好啊，结果他就去牵着他的手就安抚他了、安抚他，因为他受到欺负，他就安抚他接受这个事实，你要宽恕，要宽恕，因为有仇恨对你是一种痛苦的，对你还是一种痛苦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宽恕，一定要放下、他用专业的方式去辅导他，结果他就冷静下来了啊。这个学生的父亲跟我女儿鞠了90度的鞠躬，非常感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社会需要，有的人不相信宗教，有的人不相信心理，目前这个社会更需要宗教的安抚，更需要心理助伤的团队来服务。太多的人为什么会有忧郁症？因为社会的变迁的脚步太快了，所以21世纪是一个修炼的世纪，21世纪需要宗教的，需要宗教的教导，需要心灵的辅导。吃饭的事情在这21世纪是简单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长大以后呢，德瑞莎修女她就决定要当修女，妈妈鼓励她说，将你的手放在主的手上，永远不要放开。18岁的时候就追随天主的圣召呢，到了加尔各答的圣玛丽女子中学做地理老师，
教学近二十年的时间，也做了几年的校长。在1946年9月10号呢的旅行途中，看到一个老乞丐，一直跟他说：“我渴，我渴，我渴。”他已经上了火车，又坐车回来。他疑心不忍了、啊，当下，结果他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死掉了。他非常后悔，他感觉到天主在召唤他，所以他决定要去为那些贫穷生病的人、受人遗弃的可怜的人服务。所以，此趟的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，也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也改变了成千上万的人的一生。所以在1948年的4月，宗教这个教宗比耶12就特别准许他离开啊罗瑞多修会场，去为穷人服务。那个当下非常感动的一幕，就在教宗还没批准他的时候，他每天过了祈祷，一定要得到啊上方的允许，他才敢离开这个修会。这是也是我们当个助攻说要学习的地方，道场说要学习的地方啊。所以为什么道场一直在教导你们很多的专业？因为他去服务别人的时候，第一次就晕倒了，事后他有人教育他、教导他，你要先学习护理，为贫穷人服务，为贫民灾区的儿童办理露天的学校。你看当下他才剩下2块钱的美金做基金，他靠着他无比的爱心和坚强的毅力、哦、就为无法走动的人、无力乞讨的人、奄奄一息的人、可怜的人服务。刚开始的时候困难重重，到时候有人想不到、哦、受到天主的助佑，受到善心人士、修女的善行感召，很多人提供了场所、提供了设备、提供了服务，包括他后来的学生也毕业了，有一些是夫家的小姐，总共11个人花束终身从事他这样的工作。后来教宗都批准他成立了仁爱传教的修女会，到最后呢他的服务就啊响应了全世界，在1979年得到诺贝尔奖。当下他说：“我本人不配，我是帮助穷苦的人来代表领了这个奖，我很高兴贫穷的人应该得到了应有的注意，也希望大家更能了解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这些奖金、哦、就救助了贫苦的贫病者。”在1997年9月他就离开人世间，享年87岁、哦、几次就哀悼说：“印度之星，世界最伟大的乞丐、啊、活圣人。”很多种的雅号，就是人家对他的这种尊敬。所以由此可见，要做好事不一定要有钱，当下他只有2块钱，到最后你看举办了全世界的一个基金会。所以呢啊，金钱不是问题，纪律不是问题，态度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说希望这一题呢啊，喜忧人间不住笑，可以鼓励所有人，提醒到所有人，我们要从事这个工作，这是应该有的。好，谢谢。